愿我是，你要想象美人鱼唱歌他声音是好像可以传千里，你希望我本身对那个音乐的感受非常的好，非常有潜力股，可以上100倍的，谢谢百倍。唯美这一次回来的目标要拿下什么位置？最好是冠军。黄金年华之斗歌竞艺，星期五下午3:30，8频道与 WeWatch 同步观看。